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en 孙正。大家好，我是翁璇。大家好，我是辉哥。我是 Brian 黄超群。我是 Regina 林云慧。在电影《七天》里，我饰演罗爱玲。我在《七天》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的两个角色，一是弟弟罗爱翔，第二个就是附身在弟弟身上的罗爱诗。我在《七天》里饰演的是爱诗。我在《七天》里面演的一名老鬼。在电影《七天》饰演的是旭阳。我饰演静瑶。大家好，我是《七天》的导演吴可嘉。《七天》讲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亲情故事。《七天》即将在5月12日上映，请大家支持我们。母亲节要到了大家赶快买票给妈妈看，记得去戏院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人刚刚晕倒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身体了，你可以在他身上七天之后你必须要离开他。我这真好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真的对不起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不要去看你爸爸妈妈。